在台南除了梅岭会当欣赏到火金菇，白虎南寮也有因的踪影。咱龙川文化产业协会每一年到着这个季节，拢会办理欣赏火金菇的活动。今年也伫四月初率先开始，伫咧假日拢会吸引各地民众报名参加。李协会也为着游客安全安排了志工路线引导，希望后来体验的民众会当欢喜佮安心。每一年四五月时阵，拢是火金菇数量上侪的季节。台湾各地也拢有欣赏火金菇的景点推荐予民众。而台南除了大家拢知影的梅岭有火金菇，其实伫白河南寮也会当看到火金菇的身影。有游客是几啊年前就有来过，伫白又搁带囡仔前来。等下哥哥国小的时候，我们有带他来过。这是已经十几年了。我们是云林过来的。刚刚有看到很多很多，我有抓到。我们可能等到下雨过后，还可以带他们再来看。南寮农村文化产业协会每一年拢会伫这个时阵举办欣赏火金菇的活动，现在已经将近十年的时间，每到假日拢会有真侪游客报名参加。而协会为了游客安全，也拢会安排志工伫路线引导，希望游客来体验会当欢喜又搁安心。啊，后面拢有助攻，中啊，搁那大灯，我中啊，搁上后面。上后面我拢一定有一个维护，规个拢规组拢落来，安尼，吼、哦，我拢会注意这個安全的。哎，啊无你游客若叫偷对的吼，因为暗嘛，咱暗时嘛，用看用从这个暗时啊，啊，所以伊若偷对，游客坐袂落来，咱嘛要注意安全啊。啊，所以我拢会上后面一定有留一个，我拢有交代，吼、哦，维护慢慢啊对行，吼、哦，哎、啊、呦，游客一来，一定会算爱欢喜，啊，佫安全。今年南寮欣赏火金菇的活动四月初已经正式开始，协会也邀请各地民众前来欣赏火金菇，做伙体验无同款的夜光闪闪。记者沈墨云，北河区采访报道。